你讲11:13，2018年11啊，2011的08号，星期四啊。你看没有地的，看到贝果，贝果在他的总店在圆山花博，师傅每天忙得不得了，结果他有5个店，啊，包括这边的店，快闪店啊，各位有没有看到 ？CTLink 经营的这个松山台铁松山车站，他做得非常好，好多人跟他买，啊，那个我刚刚跟他买了4个，35块1个。各位为什么要买他的呢？他的贝果有嚼劲，跟面包不一样的。啊，非常好吃！你看他店名叫好秋，啊，他说好的事物、好的人才，聚塔成丘啊，这也是很好。一个人要懂得行销啊，把人潮拉进来，把那个货物送出去，啊，他们开那么多的店是干什么？就是要行销他们的产品，啊，他们在圆山饭店生意已经好得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供应了一大堆人在那边买。经济就是这样子，要刺激经济，刺激消费。你看台铁的车站，这边 Body Shop 那么多的店，啊，你包括你今天做我的539会员。